Hello 新月报，本期看点。你看，头发剪短了，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之前所有的在网上的照片都是长发，都是长发。对，不是合印照。我跑头发不好，不好意思。天使也会哭的话，那这个 MV 是不是也会穿上这个天使的制服？我又不是天使。那你是什么？我是唱歌的欢子。你非常担心他不在乎。总是希望能够左右他，在这样的期待下，你非常容易产生嫉妒，非常容易生气。那是你吧？老狡猾了。我之前很少出来走通告，非常少，很少。所以现在让大家见到活动。好了，欢迎过来到我们的哈伦新房。大家好，我是蛇主播王远。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嘉宾可以说很厉害喽，那他能够把男人唱伤心，把女人唱哭，他就是我们的欢子。OK，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哈，新月房哈伦新月房酷狗的直播间，为大家跟大家见面聊天啊、让大家更了解欢子的一些事情。 对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欢子一直给人感觉是很神秘的，之前唱过好多一些歌曲，一直没有见过你，上访问太少，对不对？因为之前我出了很多歌曲，四张专辑了，也即将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预告，我第五张专辑即将过年后会推出的，如果加盟新公司二甲娱乐，也希望在过年前啊这段时间能够预告一下。其实之前很多歌曲大家都听过我很多歌，包括在各种场合会听到我的歌曲，还没有欢子不来上网。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也约了很多次了，都是因为对方的时间，你档期有问题，大家档期就是要不是我的档期是有问题，就是酷狗比较忙，所以很多这次真的见到活的了。真的很帅，这次有全新造型，剪短发了，看见没有？对，像不像我？之前很多封面都是长发，我要把额头露出来。对，额头露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用明星的说法来说，就是事业会更旺，是吗？对啊，希望，因为有加盟新公司了嘛，新形象，对，新音乐，这次的音乐会有多元化一点，有。还是以情歌为主，但是他没有以前那么伤感，但是伤感的方式不一样，就是也有一些舞曲，还有舞曲。对，因为我你看我现在瘦了很多，我为了练舞，一直以来都很瘦，我觉得是吧？对啊。OK， 然后就一些舞曲啊，然后有一些流行摇滚，因为最近我觉得会慢慢给大家展示一个不同的话题，我也希望我能。在音乐上面能够更加努力的去提高自己吧，也是希望歌迷以前的歌迷不要觉得欢子的歌曲没以前好听，不要这样认为我会生气的。其实每个歌手来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说到会面临转型，当然当初很多人想要喜欢我们本身呢，是因为我们当初的歌曲也许会感动他。对对，没错。那欢子之前唱的很多一些深情的歌曲，是自己也经历过一些比较痛苦的爱情。我写歌是从身边的一些朋友好朋友发生的故事，我也把它写成歌。因为如果是说因为我还要出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那每个对每个故事都是我自己发生，那不行，还善于总结。但其实我相信你通过过去的好朋友的故事，那可以见到欢子肯定是一个很有人缘的，是不是有很多好朋友都会有问题的时候会找你做这个情感聊天嘛？聊天，因为怎么说，我觉得像我们做这行呢，还是觉得比较忙啊，但是需要放松的时候。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么多好朋友的这样一些接触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自己的一首歌曲，然后还有好朋友的故事是哪一段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原谅一次吧，原谅我，其实，因为很多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身边有一些朋友或者在谈感情啊，是背叛啊，最后还是舍不得之前的男女朋友，然后就觉得希望他原谅，其实有一些背叛的东西存在，但是我相信很多情感都会遇到这种，所以是凡事写这首歌就是原谅这个过去的事。对，就很多人其实还是觉得情人还是忘了好，
情歌还是蛮好的。这个你自己去看的，自己感觉哈。而且真的就是说，从我，因为现在毕竟在筹备第五张专辑，我是真的是希望我第五张专辑会给大家不同的感觉，就是希望包括很多歌曲，《只剩寂寞》第三张专辑，《伤心的时候可以听情歌》，《心痛2009》，这些歌大家对我的了解是从这些歌开始，但是希望我新的音乐能够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有就是第四张，其实是我已经能感受到那个歌迷就是会有点不同的感觉，就是不同的朋友，像 DJ 他觉得那歌是真的不错，但是在歌迷来说，哎，以前好听啊，所以我就特别郁闷。所以我要告诉歌迷的是，不管换成音乐怎么改变，还是我自己。你看头发剪短了，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之前所有的在网上的照片都是长发，都是长发。对，但是在歌迷来说，哎，没以前好听啊。所以我就特别郁闷，不是。合印照，我跑通话不好，不好意思。天使也会哭的话，那这个 MV 是不是也会穿上这个天使的衣服？又不是天使。啊，那你是什么？我是唱歌的欢子。对，一说到做这个制作人的话，我们欢子是每张专辑都是自己来担任。基本上是，但是第四、第五张碟会参与一些朋友的合作，因为太忙了。太忙。其实，因为每天都会很累，做很多事情啊，演出啊，通告，而且还有创作，所以你会觉得时间好像不够用一样。对。说到做制作人呢，其实我自己有亲身的体验，你感觉像不像？因为我也是节目的制片人。然后呢，就是。当你在面临自己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时候，你又是制作人，那跟单纯做音乐跟自己又做制作人做音乐这种区别感受，其实做制作是最累，因为就像你做一台节目前忙里忙后一样的，做这个制片，所以非常非常忙。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未尝不是好事，跟更多的朋友合作，可能就不会那么就是说主观，会吸收一下别人的意见，把你的音乐更完美，也很重要。对，这个我感觉有点像，就因为单纯做这一个音乐的话，在舞台上可能会觉得是被别人安排，那现在如果自己做制作人的话，你可以安排，而且会去吸取别人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做，所以因为每个歌手他有一个阶段性嘛，刚开始当然我现在也是很执着对音乐，刚开始更执着，因为都想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对不对？所以不容易哦，大家一定要多支持。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大家都支持我们欢子。那刚刚有说到这个全新专辑啊，而且有在海外去拍摄，能不能将我们在海外拍摄是经历跟我们分享？其实因为现在签的公司是澳加基。对，澳洲的公司总部在澳洲，这叫澳加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澳加娱乐。那么加盟这家新公司，是我们都是双方都有规划啊，包括一些，你看头发剪短了，大家都不认识我。之前所有的在网上的照片都是长发，都是长发，对，所以我把露出来了，是不是更帅？是，哎，我以之前也是长发。反而后来就是把额头露出来，他们说男生到那这个阶段的时候要把额头露出来，这样才会就是有好对面。所以我从新形象、就新公司、新音乐，就是加盟这个新的公司，我希望会跟新公司有一些火花。因为最近也是在被忙在东南亚的宣传，因为公司总部是澳洲，所以在这一带的资源是不错，所以重新出发吧。对，等于说加盟新公司之后，就是你的这个领域会更大的发展，在东南亚地区。对，没错。太棒了。所以希望就是说我的一些提升会得到慢慢的得到的人认可，所以现在我之前很少出来走通告，非常少，很少，对，所以现在让大家见到活的嘛。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出来走？
因为之前因为现在演出忙了，你很多都是要需要到上节目去外面跑，之前待在录音室里面创作写歌制作，没有时间出来，也是那种颓废的感觉，所以现在我把这种头发剪了出发了，重新出发。然后这次其实 MV 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很有特点的一些宣传照片吗？会有，因为这个取景是在澳洲悉尼还有墨尔本的一些地方比较著名的景点去拍这个 MV 婚姻照，很快就能婚姻照不是、合印照、合印我跑通话不好不好意思红动嘛对、而且就是说我希望过年后就会看得到我的主打歌、透露一点哦，对，就是我的新歌叫做主打歌叫天使也会哭，天使也会哭其中一首主打歌，哇真的好棒哎！对，听到名字就会觉得好美哎，很美吗？对，所以大家过年后差不多就可以看到 MV 主打歌 MV 对，但是一定要下载点击量猛点击啊，一定会啊，我相信啊我们节目的观众然后天使也会哭的话，那这个 MV 是不是你也会穿上这个天使的这个，我又不是天使啊那你是什么？我是唱歌的欢子唱歌的欢子，我们真的很期待通过这个名字，然后其实我觉得欢子其实很多一些歌曲大家都很会唱，而且唱到我们老百姓的心中去了，对，因为之前我确实是唱了很多老百姓都喜欢的音乐，包括在 KTV 啊大街小巷可能大家都会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一直都没有曝光，这个没有出来做访谈啊，没有上节目，这是我们第一次上访谈吗？是对大节目，其实演出我就上了很多的，像央视欢乐综合行啊中华情啊大节目都上了，跨年晚会啊，但是就访谈节目是特别少，很大啊，这个真的很漂亮，对，所以我们这张演的郭富城啊，很多大牌都对啊，所以我很荣幸啊，坐在这里，我希望下次宣传我的新专辑，我带上来，一定会啊。然后我收到欢子很多歌曲很棒，所以我们很希望欢子能够做歌友会、做演唱会，所以的话更希望你能够走到这个观众的面前，而不是就是我们通过网络去对，通过我的声音去了解我。对，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做演唱会？会有。因为加盟新公司之后，大概2013或者2014年，我会筹备我个人的演唱会，就是一个巡演，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都第五张专辑了。对，其实，而且我很多歌曲在现场，大家是蛮愿意的，而且还会合唱，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成绩单，所以是每个歌手最终的一个成绩单就是歌唱，到处会。因为之前我开的少，群星的我就做了太多了，各种拼盘，对，各种拼盘，各种大明星的拼盘，我就做的很多很多，但是歌唱就是那么一两场，但是还是在广东那边，我希望会在2013、2014年我会登陆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对，2013、2014年的时候大概是，对，大概是2013年开始这个事情，我希望快一点，但是很多计划对不会变化。对，希望是这样。如果是在北京开演唱会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场馆？其实很多地方都不错了，工体啊，体育馆啊，科松啊，都很棒的地方。我希望那看实际情况，如果大家很多我的歌迷可以都买票，多去支持欢子，少吃一顿好吃的去支持我，那我找大一点的场地都没问题，对不对？鸟巢。哎呀，那太厉害了，若干年之后我会努力，加油，对，加油。好，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一些歌迷都非常喜欢欢子，就希望能够亲身见到他，跟他一起在演唱会现场大声的合唱。对，哇，太幸运了。因为我也努力了这么久，我希望真的是最后我的歌迷先听我的，因为我的歌很开心能够跟网友跟歌迷分享他们的心情，所以这个我是非常很感动的，因为我哪怕不能为你们做什么，做这一点我觉得他们给我回馈的一种就是一张演唱会的门票，真的是说我宁愿我做10张唱片20张唱片，你们难过开心寂寞的时候可以听一下我的歌曲，抚慰一下心灵，所以我希望我的演唱会真的是
听过我的歌，或者是曾经喜欢过我的歌的朋友，都会来支持我。不论在哪个地方，例如哪里的网友、哪里的歌迷，广东啊、上海、北京，或者哪里的歌迷，看到这个节目的话，会记得欢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希望你们能来支持我的歌唱，无论也希望你们能等我的歌唱，这个很重要，对一个歌手最大的鼓励。对，我相信我们的歌迷会做到。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欢子跟歌迷之间的互动也是我们很好奇的，因为这么多人喜欢听你的歌曲，那平常是怎样跟自己的歌迷进行互动？第一是歌友会。歌友会，其实真的是歌友会互动比较多，而且我希望将来也会更多在这方面跟录播啊、演播厅直播的间去跟大家互动。最重要的希望，那明年我们节目可能会直播，是吗？歌友会形式可以啊，到时候我希望在看这个节目的朋友都会多多支持欢子，因为真的是歌迷的支持真的是歌手的大动。对，能理解这样一种感受啊，真的是说因为很努力做音乐，最后还是为了自己的演唱会和歌迷分享，那种喜悦、那种心情，在现场能为我鼓下掌，我会做更多音乐给大家分享。没错，但有没有通过网络这样一种形式来进行互动？网络，因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希望最好能够现场歌友会啊、演唱会能够大家见到面。真的，我非常期待我们的欢子能够呢，做更多的歌友会，还有演唱会，能够让我们的很多些歌迷去能够跟他进行亲密接触。相信喜欢他的歌迷呢，都会用我们的行动去支持我们的歌手，支持我们的欢子。我拍 MV 拍的也蛮多，所以对演戏也有点上瘾。留一点时间给下次嘛，好，这种东西嘛，好不好？好。那我们马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小秀演技一把，跟你对演一把，哦，弄个角色好不好 ？OK， 我非常担心他，总是希望能够左右他，在这样的期待下，你非常容易产生嫉妒，非常容易生气，那是你吧？要我狡猾啊！那其实刚刚有说到了，加入到我们这个新公司之后呢，也会获得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奖项。我们觉得很多一些支持你的观众来说呢，都很想跟你共同分享这样一份荣誉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奖项真的对一个艺人歌手来说是很重要，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错。但是我还是觉得掌声比奖项重要。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场观众有掌声，通过录播给大家有掌声，都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奖项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对歌手的官方认可。但是我觉得掌声真的是比掌声重要，这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别的。所以最近是拿了几个奖，又还有劲歌王啊。年度新人啊，一些奖项啊，还有那个华语金曲榜啊，这些3、4个奖项就是，希望以后会拿得更多。因为刚开始，才刚开始吗？我觉得你都不算是新人啊，那新人，我是个其实也是新人啊，好谦虚啊。因为怎么说，一个每时每刻一个歌手都在学习东西，哪怕我第5张专辑了，所以因为传统媒体。也是现在刚出了跑通告嘛，很多东西还是一个新人的态度会更好，可以学到更多。对，所以我相信刚刚有说到刚刚出来跑通告，那之前的话欢子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制作当中。对，没错。那现在又跟很多一些媒体接触，那会很辛苦。那跟之前的生活，现在的生活，你更喜欢哪种？我觉得要综合一下。为什么呢？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必须要适当分开，因为这样子会调节你们自己。因为工作就像你做节目也是一样，天天忙天天忙，有时候甚至会下了班喝杯咖啡啊，把工作的先放下，人都是要这样。所以我之前是在制作室里面每天埋头去做制作啊或者创作，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累，
是没有调节，所以现在我相对来说还是综合一点，就不会说没有说哪一种生活是最喜欢。但是你既然当了 一名歌手，一名艺人，你就要出去吧，去做活动，你要就要唱歌，你要做节目聊天，是一种状态，我都很喜欢。对，非常能够坦然面对我们的生活。然后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就是作为歌手，欢子很谦虚的说自己还要得新人奖啊。虽然说我们听到很多歌曲呢都已经是很棒的歌，当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一些歌手呢就是唱而优则演啊，所以我们也会很期待我们欢子是不是有一天会往这个影视界发展的。其实每一个歌手的状态不一样，就像我很多歌，我觉得歌手应该是有这些代表作，其实我代表作还蛮多的。对，一听到哎，就知道这是欢子的声音，欢子唱的，但是到今天才曝光，才多做一些节目，所以是一个过程。影视方面呢也是有计划的，加盟新公司阿宅娱乐，因为我会这一两年把自己歌唱先做了，再往影视方面去延伸，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因为我拍 MV 拍的也蛮多，所以对演戏也有点上瘾。对，是吗？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喜怒哀乐，面对我们。那下次吧，下一次吧。你留一点时间给下次嘛。好，这种东西嘛，好不好？好，下次发专辑的时候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小秀演技一把。跟你对演绎吧。哦，那么角色好不好 ？OK。我也在学习，因为我不是目前还是真的很多东西都在学习，先不能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每样事情都做得很好，但我会做好目前。对。那如果要演戏的话，你更倾向于想演哪方面一些角色？我比较喜欢演都市片，就是像香港电影啊，证人啊。那个线人啊，那什么我比较喜欢都市片，我比较是警匪片，我比较喜欢。你喜欢演警还是演匪？不告诉你，以后告诉你，下次私聊告诉你。这欢子好狡猾，他就是想下次你一定要请我做节目，是不是？有新专辑嘛？约定好了，必须要还来一次嘛？下次我们不是就是访谈了，我们直接就歌友会。没问题啊，又访又唱，还要跟我们的观众互动。我别的可能怕就不怕唱歌。好了，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新人妹妹强心脏了，要接受我们这个考验了。这个题目很有难度，就是你所期待的爱情是什么？我们这边几个选项看是不是跟你们像的。第一个就是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两人自然会产生火花。第二个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四眼相对，火花四射，无可救药的就相爱。第三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无限的爱。爱上他。第四就是因为我对他的付出和真诚，他感受到了我的存在而相爱。一就是因为我们是同类人，所以我相爱。最后一个答案呢，就是爱很简单，因为我很快爱上某个人，也很快不爱某个人。就你是那种太恐怖了，这样。第三个，因为他对自己无限爱而肯定爱上他，是吗？对，是相互经过时间。一些东西，因为一眼就爱上一个人，我觉得他很快爱上第二个，我是这样看的。那是一种新鲜感，它并非是爱情。我觉得爱情是能够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一个人才叫爱情。哦，好的，那答案我告诉你，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还有呢？那你是一个你所期待的爱情是占有是爱，你一旦爱上一个人，你会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你总是希望相随其左右，你非常担心他不在乎自己，总是希望能够左右他。在这样的期待下，你非常容易产生嫉妒，非常容易生气。那是你吧。你好狡猾啊。没有，就是把那个强心脏上面刺激。好，好，今天我们也很开心呢，我们这个欢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欢子的这个全新专辑第五张专辑。同时在这边感谢我们的首席潮流杂志新闻媒体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去登录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去收看我们的节目，去酷狗音乐还有我们的客户端收看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欢子好不好？好，谢谢所有酷狗的网友，谢谢。
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Okay, 拜拜。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请到了这位嘉宾欢子，他不是学院派，他是草根明星。欢子呢，是由内心在唱歌，很少上通告的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希望能够从网络走到现实生活当中，他希望从网络走进大家，和大家走得更近。他的歌曲总给人一种淡淡的忧伤，总是能释放你的心情。他的作品总能唱出人们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歌词简单并非华丽，唱出太多人的内心情感了。所以我想，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特别喜欢听欢子的歌曲。我想在这样一个快乐很小、悲伤巨大的年代中，让欢子的歌陪你共度每一个感动的瞬间。